所以今天很开心，拿到这个金牛奖，受到一个肯定，所以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鼓励，一个信心，去把我们的事业做得更好。我觉得做生意最重要是要专心加上努力，就肯定可以成功了。我们希望呢，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市场做得更大，做到更多的地方，比如说到东马啊，到国外去，所以这是我们的目标。好，谢谢。